大家好啊，欢迎嚟到天神过海天神，今日继续玩呢个试炼之境。咁我就好彩，咁我竟然咧可以凑齐到一对小献祭啊，咁就六小龙女啊、杨过啊、一灯啊、陈元峰喺晒度，咁啊即刻咧一路打一路试一试佢啦。咁 so far 用落咧，如果对手咧嗰啲配对咧，即系譬如你剑啊、有周伯通嗰啲咧，我又好难打嘅。我同大家试一试先，欧阳锋独队咧我都死紧嘅。可能要大献祭咧先有得打，我哋摆对杨过出嚟先。我之前咧好搞笑，之前呢个玩法咧好鬼死多笔嘅，即系你可以咁样咧，唔知嗰啲角色会叠埋一齐。我如果有睇我直播就知道发生咩事，不过依家冇事，佢又 fit 翻好啦啲笔。好之后就我保师，我摆杨顶天，啊屌俾佢用咗添，咁啊，我系咁用小超咯，唔紧要。咁样摆啦，我哋就呢个复活队小献祭。咁啊，陈元峰三位，我想石化多耐啲，因为陈元峰石化机率其实都好高。佢呢个玩咩啊？个求千印、杨顶天、马玉嗰啲出晒。系咯，个求千印啊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剑指明月。陈元峰吹心掌，石化两只，黯然销魂掌。我哋只小龙女要死先，如果唔系咧，就跌唔到功嘅。而家一跌啊跌 percentage 咁跌啊，同埋咧佢有晒啲秘籍技喺度，全部有秘籍技噶啦。依家呢个模式系咩都升爆俾你玩，其实好过瘾。求千人一唔摆一位咁搞笑嘅佢。哇！毒死我哋啊！我打佢一局咧，有阿周伯通喺度，真系完全唔够打，因为周伯通系咁复活，黐黐地线嘅真系，仲夸张杨过小龙女嗰啲复活。好啦，可唔可以打死我一只咧？佢好啊，死晒啦啲嘢。哇！呢局快得滞喎，咁样小龙女继续叶陈元峰，几百万一下啦，黐线！求千人咁硬嘅喂，我发现呢个可以睇下求千人好硬喎，咁样围你都唔死啊！哇！喂，有啲料到喎，佢系，佢系咁回佢，见唔见到啊？喂！有料到啊！唔怪得獨隊坦啦，佢一個坦咗我哋啲滿化嘅兩 round 喎，坦咗大佬，佢單拖坦我兩 round 係勁嘅喎，唔好睇小啊大家，我要全部滿化，唔關嗰啲咩貨金歷史，佢本身呢個角色，佢憑自己坦咗咁耐，其實佢一早擺一位咪唔使死咯，可能我唔記得擺，我再嚟，哇頂住，好，再嚟。哇！月球千印獨隊擺得過喎，即係你見到我同戰力，我五隻打佢一隻都打佢唔死。好，咁當然啦，你肯定捱唔得耐㗎啦，因為我滿化大佬全部。哇！周伯通俾大家望下，周伯通黐黐地線嘅周伯通喺我腦海入面，佢係一個噩夢啊！哇！點殺隊喎佢？点杀队喎，打个后排喎，点解啊？哇，咁其实好搞笑，大家望到大家嗰个配阵系点样，同埋个企位，佢可以咧系咁针住你嚟摆位咯。好彩佢冇优厨机嘅，佢呢个咩啊？点杀复活队，再加入毒，全部人点解啲欧阳锋咁中意企一位嘅喂？一开波上我毒啊！全部都中意企一位嘅，剑指明月，哇！系咪我哋右边啊？唔知点解成日我哋右边咯，开九阴真经，哇！秒咗大佬，秒咗我。
但系啲小限制都唔差噶。哇死啊回血！哇回咁多，再吹心掌。哇屌死咗啦陈元峰，扑街咁快！而家小限制咧个坏处就系咁咯。你後期你同人哋同一個練度，你好快死曬啦！你所有嘢，即係你好易死嘅陳元峰，你冇任何技自保啊！你黃三女啊有啦，黃三女有技能減傷，咁所以你自己分析一下咯。但係黃三女都 buff 完之後，佢 buff 埋啲隊友，就算自己死咧，啲隊友仲可以留喺度繼續打。但係如果你話陳元峰死咗自己又冇得先出，咁所以啊，我覺得你話後期玩唔到嘅陳元峰。你几劲啊，都系唔够对面嗰啲咁样打嘅。尤其是如果对面玩点杀队，基本上输咗。你一冇咗陈元峰，你成队就玩完。咁我试完几铺呢个玩法，我就 feel 到啦，真系。匹配完结咯，做乜再打？我再嚟咯。哇，邀请函不足，要买噶，1000元宝啊，买一张啊，试下。睇下可唔可以抽到啲好嘢先。赵敏啦，周志啊，朱怡，冇理由满发狸魔星咁样，大佬真系俾你笑咩？呢有周伯通，唔使谂啊，有周伯通就，我屌达摩，唔通即系要我玩达摩？国商，又系陈月峰唔用你啊，惊咗你啊，唉，独孤求败求千人。我冇欧阳锋喎，唉，试少少啊，我想试下，不如玩下独队，我试一铺独队好嘛，玩一次，我应该摆小超先，我冇小超我玩完，我屌佢话欧阳锋啊，笑咗，我冇摆小，哦，有周伯通，我唔惊，我玩个独队试下，哇，抖走。上官之后我摆啊，阿师我有朱怡、紫三王，我独队独死嘅。哇，好毒啊！呢队即系争有欧阳锋嘅，咁样啦。紫三王啊，1、2位啦，几靓啊！佢系边个啊？小超嘅妈，所以你见佢嗰个波斯嗰个 style 系好似。好啊，你多铺之后呢个我留翻 下一集同大家打一打一个独队。又喺右边啊！大家望咗求千人，我哋呢只坦究竟啱唔啱？喂，下步攻。哇，好痛啊！上官剑南其实，哇顶住，见唔见到啊？回咗血啦，只求千刃其实都算系咁。喂，玉碎坤哥，哇佢摆5位国商咁啊冇用啦，一冇用，你国商一定唔摆5位嘅，你都废咗佢招禁路。哇，好硬啊！求千刃黐线。黐線嘅喎，我要整一集特輯俾佢喎，求千個硬木咁嘅，啱啱嗰條友唔擺一位啊，傻咗，啦幾硬，轉毒係咁上毒，對面都毒死啊，基本上，我冇歐陽鋒嘅大佬，哇金鐘罩啊！我周伯通唔會死，我一毒死咗只。廢藥神掌，唔驚，哇！免疫傷害，哇，幾好玩喎！獨隊屌，我唔記得求求千人啲技，我陣間再翻去温下書，下一集同大家再分析下。復活咗啊，周伯通，自己識復活噶，我頂。嗱，周伯通一日唔死咧，一日就可以復活呢隊友。真的好癲啊！哇，好癲啊！周伯通一隻打曬，
佢會係咁復活啲隊友出嚟，可以復活幾隻噶？嗱，佢唔係就復活一隻噶，所以佢癲噶只周華通係復活多隻出嚟。我以為佢追擊添，呢只 game 冇追擊呢樣嘢。哦，真係有復活到，見唔見到啊？黐線，頂住啊喂！喂，死啊，死埋添！你我唔信你咁勁啦，喂，不過好硬啦，頭先人，我哋下集再試下用毒隊，今集嚟到呢度先。